你在那的司令带西南航快，这是一个实名制哈，你是无名是无手，刚好就困难。真的啦，现在非常时期，政府就是规定说你出门要戴口罩，要写实名制，那我们就是乖乖配合就好了。我昨天呢刚装完下排的牙套，然后我今天什么都不能吃，我就只是想要去 Seven 买一个统一布丁。我一进去我就看到你在那的司令带西南航快，这是一个实名制哈，你是无名是无手，刚好就困难。真的啦，现在非常时期，政府就是规定说你出门要戴口罩，要写实名制，那我们就是乖乖配合就好了。我昨天呢刚装完下排的牙套，然后我今天什么都不能吃，我就只是想要去 Seven 买一个统一布丁。我一进去我就看到你在那边的司令带西南航快，这是一个实名制哈，你是无名是无手，刚好就困难。我真的是不懂，所有的老师都给我把疫情假当暑假在放，那个作业很细命出，不是我明仔要出山，我下下学校要再登堂。你在那边，不是领导西南航快，这是一个实名制哈，你是无名是无手，刚好才困难。早上我去买早餐的时候啊，然后那个阿姨说今天礼拜六还要上课，我说没有啦，我在工作了。她说啊，那、你在做什么？我说我在开砂石车啊。她说你踩得到油门哦。阿姨，我是不是腿就比较短而已啊？我就布农组跟排湾组嘛，啊，我排湾组的颜色，布农组的腿啊，你看，哎，我踩得到油门呢，哦，麻烦呢。我很想跟那个阿姨讲，阿姨，我们要不要去打棒球？真的呢，哦，麻烦，看我的头发，不够细了，哦，我拨一下，漂亮。我今天呢终于是亮亮的下班了，不是暗暗的了。可是呢昨天阿姨太夸张了啊，那属狗乳喂，我旁边是有人啊，有阿姨嘛，哦，我也不想带阿姨上班了，麻烦了，糟了。早上我去买早餐的时候啊，然后那个阿姨说今天礼拜六还要上课，我说没有啦，我在工作了。她说啊，那你在做什么？我说我在开砂石车啊。他说你踩得到油门哦。阿姨，我是不是腿就比较短而已啊？我就布农组跟排湾组嘛，啊，我排湾组的颜色，布农组的腿啊，你看，哎，我踩得到油门呢，哦，麻烦呢。我很想跟那个阿姨讲，阿姨，我们要不要去打棒球呢？真的呢，哦，麻烦，你看我的头发都够细了，哦，我拨一下，漂亮。我知道我们原住民很热情，可是不要看到我们原住民就是，哎，你知道那个哪一个部落的那个谁谁谁，你当我是乡长吗？哎，你知道张惠妹吗？我表姐，动力火车我堂哥，北原山猫我叔公，啊，我的老婆是那个，哎，没有老婆，
酒精，我想喷嘴巴了。哇，口罩爱鼠威，口罩，哎，有槟榔，完了，我又要被骂了，还没有办法啦，真的。我知道我们原住民很热情，可是不要看到我们原住民就是，哎，你知道那个哪一个部落的那个谁，你当我是乡长吗？哦，我就问，麻烦呢。哎，你知道张惠妹吗？我表姐，动力火车我堂哥，北原山猫我叔公，啊，我的老婆是那个，没有老婆，所以吼、哦。不要以为我们原住民很像都认识，知道他是谁呢？哦，你好歹也看一下照片，你也不让我看了。你当我真的是原住民立法委员吗？我有那么强吗？我只是一个开砂石车的，好吗？麻烦呢，哦，高血压真的。有人说我防疫破口，那属够鲁威，我旁边是有人啊，有阿姨吗？哦，我也不想带阿姨上班了，麻烦了她了。我有带酒精，爱煮酒精，我想喷水巴了。哇，口罩爱煮喂，口罩。我知道现在疫情太严重了啦，真的哦。啊，像我们跑砂石车的，也不是说砂石车啦，跑车的人一定要上班哦，不然我们哪里来的钱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我昨天下班哦，洗完澡哦，看留言，有人说我防疫破口。在数破乳喂，我旁边是有人啊，有阿姨吗？哦，我也不想带阿姨上班了，麻烦了她了。我有带酒精，爱煮酒精，我想喷嘴巴了。哇，口罩爱煮喂，口罩。没办法啦，真的。啊，你们真的没有事的哦，不要出门了啦。哇，我520那天我都没有去扎根呢。哇，你看我到现在还是单身呢，真的。